就爸比的发型帅不帅？说话，说，咋地了？不好看吗？说话，帅不帅？说，说，什么？你能好好说？你想吃不想了？想吃饼干不想？咱咋配合的？说实话。你给我滚！妈的，吃的都不行！我走，我走，走，烦你！那这是咋地了？那外边天那么热，那能出去撩妹吗？一说不撩妹，你看又不开心呐。什么才能让你打起精神？撩妹，我跟你说，皮蛋，你要是再这样啊！我就叫老王那个小太太，有家庭暴力的，我让他过来找你。我让你小子，我跟你说，天天出去撩妹，你跑，你跑你也没有用。我跟你说，皮蛋啊，你给我等着吧，那小太太马上就来。